四穷无穷极数的和，哦，首先我们将这一题拆成两个西格玛，相减 k 等于一到无穷五分之三的 k 次方，减掉西格玛 k 等于一到无穷五分之二的 k 次方，那这个公比是五分之三，一减公比，首项是五分之三，第二个的话是一减。公比是五分之二，首项是五分之二，所以这个是五分之二分之五分之三，减掉五分之三分之五分之二，二分之三减掉三分之二等于六分之九，减掉四等于六分之五。